不要弄远哦，然后也慢哦。我们做事已经慢了，各位。我可以 run， 我可以 run， 等一下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他们现在推 Armory 跟军，我可以给你读需要吗？我就是。哎、欸，当桥好像有点太弱了。军舰进喽，军舰进喽，我可以塞堵，需要吗？那我还有人吗？当然了，他查到我，你要重组梯。那我们现在主卧室开抢，而且看到狼桥喽，给我放掉。你退了是不是？对了，那打狼桥跟主卧、啊。往后。哎、欸，我们整个放掉主卧那边喽，各位，整个放掉喽。那我们进游戏就好了，然后可以可以，房前推。我让眼，大叔我们没有站人，大叔我们没有。一分二十秒，我们抓一分钟如何？苏北可能也要参与，可以开始吗？大叔，太快，准备有大门了。我在中央说，准备。里面掉了。要 retake 了。再开。大门，拜托来一下好不好？好被人跑了，他们还有人呢。狼超推了。我自己。我从这边开始慢慢抓。一个挂绳。大门白车哦。白超，你记得刚是谁的问题？好像对，是不是？还是谁的？可以叫 Tifo。可以，这把调整一下。有刀狼枪。有，他后期转。然后有诺妹。大塔，小塔，小塔，没开啊。小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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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硬的挂绳，硬的挂绳，我补白 T。硬的挂绳哦。又打两个。然后狼桥冲。